我们希望以科技点亮彰化。那影片即时投影在那边。哦。对。对对对，这摄影机。校长的一个努力哦，所以教育处会把我们的这个中心放在这边，最主要就是因为校长跟老师们的一个用心哦。那我短短在两个月里面来到彰安有两次，那真的参观过我们的这个中心啊，真的发现说这个是可以结合到我们现在所在讲的特色教育啊，地方的特色结合出来所产生的一个这个特色教育。那也透过这样的一个这个车的一个教育，他们这次做了一个模型，那有三个学校要到我们的这个日本啊来参加这个比赛。那也透过这个火车的一个教育，让我们的孩子更能够体会到在地的一个文化。我们都知道善行文化，我们也在申请这个国际的一个国际哦。那透过善行文化的一个延伸，把我们过去非常丰厚的铁道文化，深植到孩子们的一个这个心中，让他们除了我们课纲上的一个教育之外，也能够把本土的特色的文化放到我们课程。那透过这样的一个模型的一个制造，那做了一个这个模型，也把彰化县的包括我们八卦山啊，包括到我们王宫这个灯塔等等的一个景色，都放在这边，让彰化的美让世界知道。我想要在这边再次的谢谢校长及所有这个师生家长会的一个用心哦，才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彰安的这个中心啊，能够呢，进而带动附近的十几所学校一起为我们在地的文化升值我们孩子的心，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是从操作当中激发他的创意，进而能够融到他的生活当中去解决问题，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理念。我们现在结合我们现有的设备，那从课程当中我们不断地帮老师做增能，从校内从校外伙伴学校为基础出发，希望能够推展到全县去。各位贵宾好，我是彰安国中的林庆才，然后这是我们要去日本参加比赛的团队，然后这个是银条，我们先贴这个塑胶片，然后之后再灌环氧树脂，让它有水中的气泡感，之后再倒入水胶，让水胶顺着塑胶片流下来，流到这里会变成一个小池塘，让它会比较自然。然后这个是大佛，还有牌楼，我们是以 3D 列印之后补土涂色所制成的，然后这个大佛还不属于未完成品。我们还要再喷上它的咖啡色，让它比较跟现实的比较像。然后这个是我们的道路，我们是用保利龙板，保利龙板切割而成的。然后上面贴的这个是纸胶带，让它比较有道路的这种感觉。然后再来是油桐花，这是黄花风铃木，这是凤凰木，还有这个阴阳八卦。然后我们这个树是用铁丝卷起来，让它卷成树干的形状，之后再喷上咖啡色，再粘上这些树粉。彰安熊赞哦！彰安熊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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